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接下来可能要介绍一下我的团队了哈。那今天是由不是家政班来做今天活动的这个主轴课程。那我们今天第一节的上课当然是由港澳来做县政府的一些运动跟宣导的活动，那第二节才是我们这个重点，所以各位要稍微一点点时间，让我们来做这个整个程序的准备。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成员，我们的活动圈在哪里呢？那个不是家政班的成员，来举出来。来，我们请一下不是家政班的班长介绍他的班员，班长。麦斯好，我是新班幼幼班的家政班的，不是家政班是今年三月份成立的，那也缘分来自美好的相遇，没想到所有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在，我会有昨天办的活动，真的很感动，那大家都齐聚在一堂，还可以摸彩这样子。我觉得说我们这个家政班，大家也是很有向心力，看到这个团队真的是很棒。哎呀，谢谢我们指导员带我玩哈，很辛苦。大哥哥，你认识我了哈，谢谢谢谢。介绍我的今天的活动的这个副主，郑静美，这个大家认识啊，静美姐姐。好，等一下那个其他的助理就麻烦更多的这些东西要递给他们。好，我们今天开始。那我知道，几乎这里所有的人大概对包水饺应该都非常清楚。可能包水饺有一些小的技巧，可能做一个分享，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包水饺跟其他的差别不一样的部分。那今天我们基本上准备的东西，那水饺的比例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今天大概是八到十个，所以我大概肉的部分就准备了这个三斤的肉，然后煎个，那这个韭菜。如果以我来讲，如果肉要多一点，我们可能就是用到2斤到3斤。那我今天准备的2斤的韭菜，3:2，那你也可以3:3，但是这个数量，3:3的数量是因为各位现在一组大概有8到10个，才需要这样的数量，你想象你可能就不用准备这么多量，你可以酌量的比例减少，这样，比如1:1，1:1，比如6都可以。那接下来是面皮，原则上基本上面皮。大概也是一样的比例，这一个面皮袋有2摞，一摞大概它做出来大概60到65个，那如果它做薄一点，最多可以到70，这样计算的话比较危险，因为我们是要算数量，所以大概60个以上，那多的可能是多个3到5个这样子。所以你看这里面有2摞，大概有多少个？那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如果是3斤的话，大概这个面皮。就要准备3斤，可能如果你不够，要再多准备一摞这样，这样了解吗？如果不够的话，所以一般大概都可以包到4桌。这个大概按照计算的话，你包大颗一点，可以到180到200颗，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你包小颗一点点，包小颗一点，这样的数量，三斤这样数量，可能可以到260颗。这个是你包小颗一点的，就大概是这个数量。有些人喜欢包很大颗嘛，煮起来整个水饺就很大颗。这个部分没有问题。那包的部分，我想包的技巧大概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你可以包那个用折页的，你也可以整个夹起来一只手。做就是我们方便在线的，马上他那个专业在做的，他也没有给你做折页的。折页的你就要去给他们这些比较特殊的场所折的。那我们一般的水饺大概是一压就是一个成型的水饺，所以这个手法部分。就给各位参考，等一下我示范给各位看。那我现在只有先介绍材料，等一下我在这几个主要材料介绍完之后，那我们的操作方式，我们会主要跟配料做介绍。配料部分，一般我们有这个叫什么？香油。如果这里面没有香油，它没办法提味，所以我会用到大量的香油。那你说3斤的香油要多少？就这么多，300cc。你会觉得很多，可是弄进去。它的味道就会搭配我们的猪肉，所以你不要说省不能放，但是啊，这个油太多，你放一半也 OK 啦，也 OK 啦。各位，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因为主要这个东西会吸油，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嘛，所以放这个样子进去，事实上
在猪肉里面不会太多，啊，不会太多，这个是餐厅的绞肉，不会太多。然后酱油的部分大概就是这个量，100cc 左右。那这100cc 的话，你说多点少点，按照你的口味。这个你当看到量很少的时候，那只是个调味的东西，你不放可不可以？也可以。好，那另外有些人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就是我们吃起来，我们的水饺不会柴柴的，柴柴过有时候吃的就是硬的嘛，不会柴柴的。所以我们有些人会做葱姜水，葱跟姜味镬或者打汁淋出来，用葱姜水加进去调和以后，它整个你调不是一下子会倒进去哦，就是慢慢做，等一下会跟各位讲方法。哦，我是先介绍材料。那如果没有葱姜水怎么办？对，这个蛋也可以。哦，如果你没有葱姜水，蛋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水饺的口感跟顺滑度，这个部分也可以。所以蛋的部分，你说几个？原则上一颗这个量一颗就够了。你说我要买一点两颗，可不可以？一样可以，好不好？那原则上一颗大概够，因为它的水的只要打的均匀，它的顺滑度就够了。那接下来介绍这个是我们的盐巴，一点点而已。好，因为盐巴太少了，各位看不到，因为很远，所以特地用大一点的盒子。但是它只有一点点而已。哦，这个都只是体味的部分。那这个味精，用跟不用都可以。像我在家煮菜是不用味精的。哦，所以只是说给各位做参考，这个东西可用可不用。那有些人可能用那个什么鱼类的提取的那些什么海鲜味的那种也都可以。哦，那就看你自己的口味喜欢哪一个。这些东西都只是体味。所以它的数量非常少，各位不要看到我的盒子这么大，没有，别让各位上来看，它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少，不像那个油那么多，哦，那个油真的就是要这么多，因为主要是我们这个加进去才需要这么多。好，接下来这个是胡椒粉，胡椒粉就有点多了，这个大概有40到50，好，胡椒粉，你不加进去，你会觉得你的水饺就是好像吃饺子的感觉而已。不太有味道，为什么人家做的这个水饺或这些面食的食品味道比较好，就是因为有这个胡椒粉。当然你也可以用五香粉加进去，这个都可以。各位你知道在外面不是有吃过那个胡椒饼吗？胡椒饼烤出来的时候，炭烤出来的时候，那个味道是不是很香？就是。所以你不加这个也可以，你吃起来就是肉味而已啊，这水饺就是肉味而已。但是你加了这些提味以后，它的口感、它的让你的亲和度跟外面熟悉度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材料跟它的搭配所产生的效果，供各位做参考。你的胡椒跟五香粉都可以放哈，就是你习惯什么，你家里有什么，你就可以放什么。因为这个味道在于你习惯，就像辣一样，有小辣、中辣、大辣，每一个人的辣不同。哦，所以这个完全按各位的喜好程度来分。好，接下来怎么操作？这一盘，所有操作程序最重要就是这个阶段。这一盘在操作的时候，请特别注意，你在市场买回来的时候，这个肉的程度、肥瘦的部分要大概3:7的比例，好，要适中，这个比例你要弄好。那你说60不会也可以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还是有加香粉在里面，所以还好。但是肥肉如果不够的话，它的口感就会非常的柴。我再讲一次，你咬起来就硬邦邦的，你就觉得这个水饺没有那么好吃。可是我们今天操作回来，你本来可以吃8颗的，大概可以吃到12颗里面。好，这个部分请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在拌，你可以用工具，哎，你是有工具吗？你可以用工具，但是我们上课总是要有。稍正式一点，你可以用工具来做饭，这个很多嘛，那个如果需要的话，那个来帮你，任何这个工具都可以办。各位，我不管你怎么弄，如果你要手抓也可以，实际上这个还没有标准，应该里面要泡一个黏布。为什么？因为你的手的温度，各位请注意哦，你的手的温度，一个是你不舒服，一个会流汗，还有你手的温度接触到肉。尤其天气，就这个点肉就开始发酵了。如果你没有处理好，会出现什么问题？
安全问题，今天就开始吵了。来，从各自的要特别注意这一块。哦，所以你没有吃掉，因为我们包水饺的，我们包水饺时间非常的长，你可能包个两个小时，你天气很热，你手去拌了它，这个是大家都不会注意到问题，你用手拌很方便，对。可是手拌因为你手有温度，就加速细菌的滋生。第一个就是食安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的发酵程度就完全不同了。它的发酵程度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你整个做起来口感就有可能差异。各位知道有很多的美食节目不是都有美食家吗？所以为什么它吃起来的这一次吃跟上次不一样？它就是在细节上面没有注意好。所以很多美食家在吃东西后，他会给他评论几颗星几颗星，差别就在这里，这样可以吗？哦，所以手的温度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可以的话，里面放一个什么东西？棉布滑，不要再放塑料袋，这样可以吗？如果你要吃只手，不然你用这个罐就没问题。不要让你的手的温度增加它的发酵的速度，这样可以吗？这个特别注意。好，接下来除了这个注意事项以外，你开始拌的时候，请把它打成那种要非常有弹性的感觉。弹性，各位这样可能不是很清楚，你打起来，我们边做边讲哈，就这样感觉边做，然后边做的时候要加一点香油进去，好，边做边讲。那这个在操作的时候要有弹性，各位，我用比较象形的方式来跟各位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因为这个是有些那个鱼丸咬起来会有弹牙的感觉，我们用这种原本叫做操作的情况，这样可以吗？要有弹牙的感觉，所以在边操作的时候，这个香油加进去的用处，其他的先不要动，你这样没有办法听我讲话，其他不要动，那个助理先不要动，助理我没有讲话的事情都不要动，好不好？你在操作的时候，如果你不操作这样子，就不会有那个弹牙的感觉。咬起来之后，除了它的味道 OK 以外，咬起来就没有那种弹性的感觉。这个就是增加它的口感，然后让它本身的肉有弹性之后，再做下一个动作。好，它现在是直接用手操作哦。油的部分，尽量你觉得应该加多少就加，最多就是加到这个量。哦，完全看你个人。好，这样可以。好，他在一边操作，各一边看。好。然后你会说，这所有东西都加了，那这个什么时候放？各位，这个才是关键。这个东西，等你要包的时候，现在好，你要包的时候才可以组合。为什么？因为它会出水。你提早下去的时候，你原来，比如说你有加入这个蛋的。你有加葱加水的，这个蛋跟葱加水是同一类东西，它就会太死，了解吗？好，那我们这样子以后会把油脂封在里面，加那个香油的东西也在这里，要把那个油脂封在里面，不会随便散出来。好，这个是几个小技巧部分，所以各位，这个什么时候加？最后你准备包的时候再加，可以吗？要了解哦，所有东西你不能说我方便直接加进去完蛋了，它整个性质就变了。所以为什么你包的水饺跟别人包的程序都一样，可是你出来的口感不同，就是一个小小的程序上，哦，包括加油，包括这个再过的时候，一定要过出有弹性。各位，我再举一个例子，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曾静华旗的广告？摔打的动作有没有？它的弹性就是这样一直重复做的来的，这样知道吗？所以要有那个动作，它现在也是在做这个动作，哦，把它整个弄起来用，让整脚拌它有弹性。这样一个动作你随便的，你吃起来你的口感虽然不柴，可是咬起来都没有弹牙的感觉，它一下就在这里。都做到极致，他才敢卖这个钱，你也愿意花这个钱去消费，而且还没有位置可以坐，座无虚席。
所以这个地方要请各位注意。小朋友没有全部办完，因为等一下比赛也要考。至少要争取办完。你最多是这个，最多是这个，不要超过这样，这样可以讲非常清楚。超过那个味道就会把自己变掉了，这样知道吗？好，你不要超过这样。自己找，自己找过签的，到时候包的，自己弄。